该就随便找也是有路，因为这种地方太漂亮了，所以会有人来钓。标点不错，很棒，又没有干扰。应该是有鱼啊，爆掉的问题。钓了一回没鱼再摇，往上继续走。哎，这鱼。过溪注意安全，这个看起来潜性很深哦，很强哦，要小心哦，你没有穿防滑鞋会滑倒哦。这里应该也算是观光钓的小卷仔，哦，这里有没有机会？很漂亮，哦。应该是鲈鳗哦，又有放生船啊，头白白啊，有会有。
狮子哦。这种红色的线，那有人在扮困。哦哦哦哦，大只的哦！重点是怎么骑呀？超久的，终于等到了，就是你了，都不是我的，哇！金黄色卷卷。只吃超饱的，哦，一尾就爆啊！这个啦，靠背包喷这个，要不要误会？北港西啊，长杆现在钓到一阵子了，手酸了，现在改换路苗了，钓钓看，风景很棒啊，它往上面那边钓去了，啊，待会那一条把它放走 ，OK。
太超凉了，来收一个黑。之前有人问说车底怎么封，很简单啦，先取一个细的，超细的，要卷的话尽量用细的，它最好跟头发差不多啊，不要太粗哦，像这样子还太粗一点。然后呢，大概细一点啦。这么细啊，哦，然后呢，鱼钩很简单啊，就把它
绕过去就好了，看一下对折还是怎么样，找一个比较尖一点的这样子啊，把你头钩子勾过去，再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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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管没到过都 OK。哦，绕到这样子，有一点点自然的样子 ，OK， 那就可以了。但是很不错的。断掉了。下次有机会再来继续挑战吧，今天就到此啦，好吧，下午再见啦，拜拜。回去的路途遥远，然后走到那边，走到那边的斜坡那里，红字的要求分 OK 啦，虽然钓没鱼，但是还是可以看到一些环境的变迁。那几天讲高级料理，断了。